啊，纯天然的，无污染绿色食品啊。密密麻麻的，青姐坐着去，青姐。你给我苦个毛衣！这里头有你啥子？这又是老油，我提。看一下。你是个翻了个把电脑窝里进。回家，热死了！我估计还干他一个。那边有金吧？这个是昨天做的苦助豆腐，把它切开。哇！看见你在家吃饭，好高兴。来，欢迎。阿吃，我这辛辛苦苦捡来的，辛辛苦苦磨的，辛辛苦苦炒的，辛辛苦苦做的，快吃完它。辛辛苦苦捡来的，辛辛苦苦做的。好吃，好吃吧？这料比街上买的好吧？好，好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敷衍？就是敷衍吗？你不是你看你这表情，你多欠揍啊！肾结石，脑海清肤，还好吃。这又没有石膏在里面，你傻了吧唧的。豆腐怎么可能没石膏？这个怎么会有石膏？这个是用那个苦竹跟那个红薯粉做的，没放别的东西，笑死人了，还肾结石，这没有下石膏的。那好吃，辛苦了哈，来我多吃点哈。嗯。哦。哎呀，都是，哎呀。
纯天然的无污染绿色食品啊。勤快的人有吃，懒的人就没得吃了。